者表示有几个可能按耐不住性子跑掉。好，比赛准备开始喽。推塔的农园，其实农园场地面积很大，它就是空旷，但是上面又有不少铁网可以走，是分上下层就算，它还有三个路线可以去进攻。 OK， 首先绿队的话它是老司机队，橘队的话是美声队，三个路线都有人在走，开始短兵相交。哦，目前老司机先取得了人数优势。啊，绿队成功的全灭紫队，有没有？我没看错吧？这个是橘色吧？绿队、橘队，对啊。你刚说的紫色啊？对，我好。能看到欧耶他太帅了，我可能这个一时不然口误太重。好。哦，现在还是成功进行压制。橘队人数上劣势啊，因为一口气被带走三个人了。能够成功守住吗？哦，守住了，守住了！这次他们所有人全部都从前线撤离。所以目前双方各剩一个人，可是有橘队的 SYK， 那目前用洗衣机想办法开路。哎，立刻又被打回来。由绿队的 Seed 开始进行用蜡笔来作为开路的动作。刚才已经把所有的关口全部都开通了，所以他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挡，不会有任何的停留。一个凶猛的水刀直接朝对方家里开，到达终点了。这场比赛还真的是打得非常快啊！不过这场比赛将由老司机获得一胜。下一场规则决定好是抢鱼，露营场最新的规则，不，最新的场地露营场。听到观众席听到骚动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女生惨叫，我们这边常常会有女生惨叫连连，我们都不知道好奇发生什么事情。哎，临时有人断线哦，那我们等待选手的重新加入，那因为断线的关系，我们这个房间要重开一次。规则应该是没变吧？抢鱼的录音。缺一位，等待加入中。OK， 人都到齐了。这个，对，没错。欧耶大好厉害，你都把它记起来。没有，我只是看一下，在他们加入之前，我先看这一边的人啊，分别是在第几个，我就数一下就好了。小技巧，这点我还需要学习。我认人的技巧已经没那么好。没有，我也不太擅长认人啊。只能用这种旁门走道的方式来，因为现场认那个太多，看起来看过，可是其实不完全不认识，所以真的会认错人。好，了解。好的，比赛开始了。
好、哦，场鱼，那露营场，这也算是最目前新的一个场地之一哈、哦。嗯，没错，露营场就是一个场地分两边，对于一个长比较长程的武器来讲，比较有优势的场地之一。双方开始进行短兵相接。哦，目前是。一样是橘队的老司机队 Seed 作为领先，那拿着鱼先进行开路的动作。Nice， 对面有人断线了。我们现在现场发生了紫队又有人断线的情形。断线要重组吗？目前正在追究断线的原因。那前的状况是断线，之前断线过一次，应该第二次就是不会重赛。现场有什么指示吗？这场要尽快结束，还是视同正常比赛？还是刚才其实我没听清楚，不过看起来好像应该是视同正常比赛的。趁这个开炮的时候，这个后坐力让它滑下去。哦，对方已经全面了，可以直接上去。哦。目前店长重新调整中，那是否这场为正算？这算是不算正式比赛？目前还在判定中，请稍后一下。